看啊。干什么神神秘秘的？这个送给你的，陈一晨，我喜欢你。你这个逆子，你会后悔香港。没有我的允许，不许你回来。全为了一个男人，你有羞耻？你给我滚！赶紧给妈认个错。妈，错了。小陈，我们一定会挺过去的，一定要等你。沐风他要去香港，你走前想见你一面。我想，我们都需要冷静一下，短时间都不要再见面。沐风竟然回来了。小陈，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？小陈呢？他在哪儿？让我出来！你是不是疯了？强，一晨，你走吧。不要踩迷宫，我才不会晕。是不是我被撞死了？你才会好过一些。明明对我还有感觉。骗我！骗你！是因为我爱你。你已经回不去了，回不去你的回忆。放我走吧。